好，各位观众在收看我们的娱乐台，今天7月27号现场直播的观众朋友，跟大家做一下报告啊，在我的娱乐台呢，在稍后啊下午的4:30呢，会为大家转播中华职棒的明星赛全垒打大赛，所以我们台湾电子竞技联盟的台湾 Open 啊，星海争霸二台韩经典赛啊。在这个时间点呢，4:30呢到晚上的8点就是全垒打大赛结束了。这段期间呢，还是会继续的来进行这个星海争霸的台韩经典赛，而将会在网络上面呢为大家做现场直播。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上台湾电子竞技联盟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啊，一定可以找得到连结的哦。所以这个时间呢，那至于在全垒打大赛结束之后，我来娱乐台会继续为您转播的是台韩经典赛的团体战呢，就真的是我们台�湾队对上的韩国队，获胜可以拿到10万块钱奖金，欢迎观众朋友持续的来锁定呢。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四强赛了，四强赛可是不得了的哦。那不过四强赛是双败淘汰制的了，对，没错，一样是波三，那是双败淘汰，所以落败的选手可以到败部努力啊。对，也就是说获胜的选手呢，还不一定到冠军赛。对，获胜的选手下四强获胜的选手等一下晋级就是胜部冠军赛。胜部冠军赛而已，哦，就是到胜部冠军赛。好，那这场比赛呢是两位韩国选手要来直接面对面的交手对决了，哦，包括了刚刚我们画面上看到的 Genius 啊，神族选手丁敏珠选手猴哥啦，哦，猴哥呢，他之前呢就是2-1击败了伊恩哦。然后他最早是2-1击败了软球博，哦，他来打够本了，有没有？前面都打完满3场了嘛。而据呢，另外他要对上的是，也是在我们今天下午转播电视转播第一次出现的 Terminant， 就是魔鬼终结者的那个终结者，有没有？就是这个英文哈。对 ，Terminant 这位选手呢，他是汉字名字叫做何在相，何在相。河流的河啊，然后是在不在的在，你有没有在这啊的在，然后像是这个丞相的相啊，对，丞相哦，丞相风起的那个丞相的相，起风了，对，哦，何在相，他也是神族的选手，那这个选手看起来比较没那么厉害。对，其实也不能说不那么厉害，因为其实他们这位选手算是因为SPL 就 Kasper 选手，他们算比较晚转型为星海争霸二的比赛，对，所以他们比较没有就是算是比较晚进入这个圈子在打比赛哦，所以其实大家会对他们比较没有那么熟悉，但其实他也是一位算是因为他星海争霸一并没有像 TY 那一位选手那么有名，对，那他是算是星海争霸二起来之后他才慢慢突起，但是因为他星海争霸二的比赛其实也并没有打得非常非常亮眼吧。对，所以大家对他比较不为熟知，但是其实他也是在韩国也是 Code A 的选手。对 ，Code A 不是 S 哈，对，没错 ，Code A 有到24强。对，那不管怎么说啦，这个 Terminate 何在相选手，他前面2战呢都是直落二获胜，打败了 AK，TT 邀约太阳拳的 AK 啊，直落2-0，还有打败了灰，神族的梦幻泡泡灰袁景辉选手。对，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不败的，哦，对，不过现在他遇到了算是这场应该是蛮硬的哦，两位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这是世界顶级的神打神较量。不过这个获胜的还要跟另外一场也会为大家转播 Sen 跟 TY 的胜者再比一场，对，赢了才是胜部冠军的。对，这其实这个比赛现在这个状况让我有点怀念起的去年的一个世界杯的赛事。对，去年世界杯胜也是唯一一个晋级四强的非韩选手。是啊。对，这个当时的比赛是竞争的非常非常激烈。好好，刚刚不小心呢 ，OB 歪了一点哈，调回来就好了，问题不大。好，这个地图是纽科克管辖区。对，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这个是5点钟的方向哦，那这个是韩国选手 Jim Air 的 Terminate。是蓝色和蓝色的神主。好，再来到这位是阿朱布，也是阿朱布战队哦，大家对这个单位应该是比较熟悉哦。Genius 红色的神主，神打神。好，那趁这个一开始他们都没有乱玩什么哈，对，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在今天也明天在台中啊，就是台湾体院，以前叫台湾体院啊，最早叫做神体专，要再讲到清朝嘛，不用了。这个学校现在叫做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由林华伟林老师当校长了哦。那在这个地方的体育馆啊，今天跟明天都有台湾电子竞技联盟的公开赛啊，冠军赛。
那明天今天呢晚上其实这下午一路都会有啦，然后来这边呢友谊钢铁人哦，他们是地主哦，这个大本营在台中哦，有很多很多的礼物要送出去哦，看到都真的是很心动哦，前100名进来都一定就可以拿到绝版的 T 恤，那很多的一些包括游戏的点数啊等等的，有兴趣的观众啊要早点来哦，就可以拿到不错的，而且怕这个晚点会下雨就不太好了，早点进来，这边室内的不会阴雨延散，对，还有冷气，还有冷气哈。那明天呢？明天则是有甲组的很多比赛，包括了 BBO 全民打棒球，还有跑跑卡丁车以及 SF 的甲组的比赛都有，还有包括了在晚上有 SF 以及跑跑卡丁车，还有英雄联盟哦，都有比赛。这两天呢，可以欢迎观众朋友啊，真的，一年才这么一次的台湾 Open 进来共襄盛举。好，那这两个神族他们一开始都。对，镜像开局啊，镜像开局都很乖，对，完全的镜像开局哦，两边这个看左上角几乎是一模一样，原本有一边盖的狂安室，然后取消掉，那另外一边补了一只狂安室，嗯，哎，这两个选手是不同联盟的吗？还是同？对，这两位选手是不同联盟，在韩国是不同联盟的，对对对，因为两大赛事嘛，那一边是 GSL， 那另外一边 SPL 啦。对，所以其实这边他们还是有机会相遇，因为其实这两个赛事除了 SPL， GSL 选手是不能去打 SPL， 但是其实另外一边 SPL 的选手其实只要时间是允许的，是可以去打另外一边的一个赛事。嗯，对，那有一个是什么帕 ？Slipper 啊，不是 Slipper 是拖鞋 ，Slipper 是拖鞋 ，Kasper 的是一个联盟。对，没错。那这边现在这个开局好像出现了一些。转折啊，一边选择放下了科技目光一挥，另外一边则是选择了双 BG 双兵营。双兵营这个应该是要出追猎，直接要做一个前压哦。啊，双兵营算是比较稳健的一个开局，啊，也可以打一个双兵营开矿哦。如果你想要打一个比较偏营运的话。哦，所以谁是谁要那个？哦，对对对对，Genius 这边是打一个双兵营的一个开局，那另外一边Terminator那边则是。攀升了科技啊，现在放下了黑暗圣殿这一个蓝色神族，这个是 Terminator 这一个神族选手，黑暗圣殿开始补兵营了。哦，这一个，如果你刚好这个引刀过去哦，我们黑暗圣殿武士过去刚好对方打一个双兵营开矿，还没有真引的出来，这其实很尴尬。把母舰核心赶走。对。这个一定要赶走哈，你因为你这种打这种攀科技的，你要是不赶走对方，你等一下家里会直接爆给他看哦，直接开矿，那赶快啊，你这个赶快放下，我这一个对放下了，哦，这个两边要跟时间赛跑了，一边已经开出了二矿而放下了机械制造厂，那这个观察者出来的时间点就很重要了，但是应该我觉得。这个在防守上来讲，我觉得在对于军力的时间来讲，我觉得是比较轻松的啦。我，这边的黑暗圣殿也已经快要好喽。快好了，那能不能够阻止对方上斜坡，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键。工兵绝对不能死，可以死一些啦，不能死太多啊。可以死一半，我说血死一半的人不要死。对，军力这边很聪明，我们看他出了两只的哨兵哦，那其实这两只哨兵就是可攻可守啊，那其实他主要还是防守用。来了，哇，再带两个兄弟，哎呦，对，直接这个一定是看得到的，对，这一定是看得到的，就是眼力超好啊。对，那这两个立场就价值连城。那我们接下来这个主堡就算取消都没关系，主堡就算取消都没关系，当然还是希望能够留住他了。但是留不住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这个二矿会比较晚一点，要不要取消？要不要取消？取消，没有。他们继续砍。好，光者出来了啊，没有取消，光者及时赶出来，哇，这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操作哦，我们看到把那个卡住前面的追猎卡住后面的一个引刀，所以折损了一只引刀。对，那一只逃走了。已经赚翻了，军也是这个开局已经是大赚。对，主堡连取消被取消，如果取消了你。往前压，那虽然说就是你就等于说没有亏，就等于说小赚一点这样，但是你没取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赚的一个状况。开局已经赢了，赢一些，哎呦，那个拿来空投了，
当然虽然说这场比赛是在台湾进行的，不过这两个韩国选手，特别是 Genius 的丁敏珠选手，他想他是打 Code S 的耶，拿过 Code S 的亚军耶，去年的第一季亚军第二名，不过他已经掉下来了，对 对掉到，但也还是 S 嘛，对不对？还是 Code S。 他现在我印象中他现在好像是没有在 Code， 好像回到了网霸赛。哦呀，对，近期的赛事我没有留意到他有他的一个身影，所以一路下滑就对了。对，算是在从今之后 Genius 算是在近期的一个比赛里面算是比较不突出了。嗯哼，对，不过还是保持着一个相当相当不错的一个竞争力哦。对啊，不过打这个上过 Code A 而已的吼，你看他们也是面子之争啊，对不对？对，其实真的是面子，尤其是因为两隶属于不同联盟啊。对，对，他们当然是希望可以有更好，哇，这边可以放下来路。对，哇，放下了我们的。哎，在这边等你哦，这个就是这种纪律性，就是不管怎样，我宁愿来接我，对，再走再走再走，我宁愿经济亏一点，我都不要抱这种风险。哦，二矿，其实二矿也有，也关下子没有问题，啊，十一只工兵而已。就是小眼睛该升还是要给他升一下。对，哦，这边溜过来也是一个漂亮，这个空投，赶快走。打光炮，我打那么远。对，大光炮的射程比坦克还远。对啊，这是那个传输棱镜都飞走了。对，不过其实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传输棱镜的 buff 之后，我们看到在比赛里面，你传输棱镜的使用率高不少。嗯，对，其实这也是当初暴雪做调整的一个，我相信也是在乐见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一个多线骚扰，其实比赛就会更精彩。也更考验技术嘛，对不 对？要让大家技术更加进步啊。对，以前都看神族选手就是各种就是聚满兵力 A 过去，对 对，打爆你打被就是没打爆就输。嗯，然后现在我已经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常看到神族选手使用一些就是这种空投多线空投的一些骚扰。哇，你讲到神族，我今天在看到现场还有人高举啊，抗议，不是抗议啊，高举披音霸。对，上面还写披音霸啊，超热心的那个赛迷们哦。在近期的赛事里面，神族确实是就是，但是大家其实也不能说神族表现特好啦，其实老实讲，在比赛里面其实也还好。但是大家这个我相信大家天梯里面可能都是常遭受到神族一些各种不平等的待遇，各种凌虐，所以哦，心里面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存在。批评吧，不，这个不算抗议，还是表达自己的意见。心中的不满，对，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合理。对，我也很常会说批评吧，我也很常莫名其妙就被神族打爆，我就觉得我这场这一个优势应该是获胜，然后我就死了。然后你就打出风采。对，然后就很气的打出风采，然后继续批评吧，就是 imbalance， 对 ，imbalance 就不平衡的意思哦，就是、太强了。哇，这是假的吧？这边刚刚那个凤凰灯是假的，假的哈、哦，幻象。那现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开局，因为开局是海拔这边出了大量的一个不朽，双方在科技上的一个攀爬，反而是军演这边是领先的，因为开局算是比较稳妥的二矿开，啊，人口也是稍微领先一些些，不过其实也不敢打了，两边其实很谨慎。嗯，开出三矿的是。上面那个还蛮大胆的，这在自己劣势的情况下，他决定富贵险中求。我觉得场比赛呢，落败的是落入败部，还有机会啊，这是双败淘汰制的哦，跟大家先报告一下。不过这还是要打一个和 BO 三战两胜制。放下放下，哇！哎呀，你刀在防空投非常非常强哦，大家。因为通常大家在空投的时候都在多线，所以通常都投下来之后就射后补，就丢了我就跑了，都回家营运前线操作。所以引刀其实在高手对决里面防空投非常非常有效果，打人类打什么都一样。好，这一波压过来，三矿取消了，那前面还有空投，我们看到真的是你打我这边，我就只能投你，不然我也没办法。好，家里面有光炮，不过我一直投四只。哇，光炮被打掉，对，光炮被打掉，没有真影的，关键是没有真影，有没有花着？有没有花着？没有，一直被砍呐、啊。对，因为我们放了一个光炮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可以真影，我们就放给他们。但是当你光炮掉了，你就没有真影。好，所以他就大光炮。对。那这边的话，这一个空投真的是啊，不够快的，及时出来。那二矿这边又投，我们放下来，好，没有问题，这个防守就没有问题。引刀，引刀，引刀走了过来，引刀，乔默默正面部队假的巨象，
但是这个会被发现，因为这个输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对，很虚啊，一刀在砍呐、啊，这一个我看到这个多线，两边这一个不断的多线，能不能够支持逆转呢？哇，陈文鼎，这一个关键真的是完全是打了 Genius 家里面。对，护国三引刀。对，不过哇，守住，哇，这一个珠宝再四再五刀就爆了，结果没爆。已经是红血状态了，这一爆的话，真的局势就会很大的逆转。双方的人口直接反过来哦，就是人口已经追上了，差五，但是工兵的数量差了20只。现在车门鸟这边只要守住下一波，我觉得这个优势就会转过来，这个双方的一个优劣势就会互换。那这边要不要换呢？因为目前的一个单以兵力上来说，人口差20，人口差不多，工兵差20，表示单以部队量来讲就赢大概20。所以其实是可以打打看。来了，正面还是得上哦，对，还是要上。我看这个完全的一个，来，溜到旁边，怒丢双不行。哦，呀，再起来，啊，这张也丢了双不朽来跟你做对决，正面。哎，不过红色的阿朱波 Genius， 他刚刚他那个珠宝二矿啊，护盾已经没了。然后1000血，星河的满血是1000，他只剩下192。对，所以可能会不会再去投一下哦？很可能，再几刀他就爆了。有一只狂战士和引刀已经在往前走了，感觉目标就是直指那个地方。不过没关系，我们先看一下正面。正面打，也不要跑了。让人卡一下人口，正面这两只。哦，这两只就是要去。看到了，直接刷了满满的狂战士挡在你面前。无法近身，对，这绝对不可能让你近身的哦，这个爆了就亏成马了。对，你现在这个二矿掉，人生至此，绝对是陷入一个窘境哦，这人在囧途。哎，探测机大迁徙，探测机，哎呀，溜过来了，有没有兵线上？哇，工兵直接拉过来打。公民党，党，还有吗？挡不住70角，六十一没爆，哇，要守住了，再多两只关就爆了，这个没爆，哇，这个只能说这个反应，两边的这个都是极限，哇，这场其实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精彩啊！我们要特别从前期的一个劣势啊，前面Genius的一个反应哦，在后中期这双方到现在其实又回到几乎，我觉得现在双方三矿开起来之后。又回到一个军事，这完全又是一个军事。那会战关键就是后期的大会战。哇，这双方都是白球不朽冲锋狂。对，我们刚刚在喊的就是那个二矿的血量啊，因为他还是会回一点护盾。对，他会回护盾，但血量不会回。对，所以护盾要先打掉之后，他本来192的血被砍到61。对，神族的护盾其实回很快，但如果刚刚是虫族的珠宝就爆炸。就爆炸。对，强烈的谴责啊，没有了。每个种族的特色不一样哦，那当然就有他的一个有趣的地方。现在倒霉东鱼，这个东鱼要被抓包了吗？没有，追不到。自从人进。都加速快之后，从此之后，除非是闪追啦，不然这一关追到。哎呦，抢占这个瞭望塔，对，萨那加瞭望塔。对，其实这张地图中间的这瞭望塔真的有点过强，嗯，所以导致在新版本里面，大家如果收天梯的话，就会知道天梯是没有这两个瞭望塔的，可能那就更仰赖选手的一个纪律性。那因为我们比赛版本的比赛当中都没有做调整。那现在这边，哇，不过蓝色的 Terminate。他应该处心积虑想要把那个二矿给弄掉。来了，真的是来了，再打二矿珠宝就爆了，遭到了。护盾还有护盾还有一点点。对，这个应该是35、15，护盾归零。34、34、34、34滴血，各位观众，抽气，抽不气，只要不行，这边不会打不赢，哇车。再来看，爆了，这一次爆了，哇，刚剩4滴血，抽气，真的是气到不行。对，他们是真的很多条命啊，哦，正面了，缓球丢了下来，正面的一个会战，我们看到两边的一个白球的一个输出，会不休止的一个不休止，狂战士往前冲，狂战士双方都已经死光了，丢出了我们的大护盾，执政官感觉很凶很凶，拉出了工兵，到底能不能挡住往前走？感觉是。挡不住了哇！执政
关整个一个超威。对，白熊哇，真的是不朽护轰。对，你在那边每次没一点，我主堡哥现在直接正面捅穿了。Junior 是这一波直接打爆了 Terminator 的三框。对，哇，打得狙击。所以这场比赛哇，相当精彩的神族大对决是由 Genius 丁敏珠选手获得了胜利。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